晚上好。哎呦，小班，下去下去。嗨，晚上好。我好多帽子啊，其实不是，是奶瓶的，呵呵。我那什么，因为我不会搞头发，所以我就说是一个戴上了帽子的一个情况。因为我不会搞头发，然后我的这个后脑勺呢就特别的平，然后呢我就说就是戴个帽子的一个大情况，然后就来，这是我们团购的橙汁儿。这是我们团购的橙汁儿，团购特别多，放在冰箱放不下，喝都喝不完。我现在每天补充维生素 C， 我每天得喝三瓶。谢煎饼果子的煎饼狗子的11个荧光棒，祝你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哎，小班叫声好洪亮，确实紧，这小班们对的是小班。我好想染头发，我受不了我这头发了。但是有没有那种，哎，谢危险员的28个荧光棒。哎，嗨危险员，好，怎么感觉好久没有看见你的感觉。谢谢你的28个荧光棒。啥飞行员？啥？是啊，危险员，你去哪了？啥飞行员？我这样的帽子还有几个？还有好多个。每天直播上，你们才看我抖音啊？我抖音昨天晚上发的，你们是不是这个反射弧有点过于长了，友友们？昨天发晚上发的抖音，就是说大家今天晚上才发作，是为什么？是什么意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才刷到？为什么天天在袁一奇房间里？因为我跟袁一奇同居了，行不行？因为我房间有一个人在直播，有一个人在睡觉，咱们这个房间没人用，我就来这个房间安静的进行一场直播。谢谢天花板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今晚直播多久不知道，看情况。一般直播多久都是看我的心情，我心情好的话我就直播30个小时，我心情不好的话我直播两分钟。昨天不是我过敏，就是那种荨麻疹，但是我刚简短的过敏了一下，然后我今天就是然后我忍住不挠它，然后就好了，他自己给好了，所以说是不能挠他，过敏了不能挠他就对了。是啊，这小班的声音，哎呦，眼睛突然好痛，什么情况？你们快帮我看看我眼睛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眼睛痛了。哎，小班。男女授受不亲呢，小班，你们快帮我看看我眼睛里头有没有东西。但是小班，好好，我先摸摸你啊，摸摸你，哦，乖乖乖，哦，乖乖乖，哎呦呀！
笑哦！哎呦，好了，小白，能不能不要挡住我的镜头了？人家才刚刚就是开播呢，你这样子我的粉丝看不见我了。乖乖宝贝，哎，你的脸好小，我想亲亲你。小白下去吧，小白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回来了，哇，眼睛都不痛了都。谢谢笨蛋当当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是个大笨蛋。是啊，小白很粘人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喜欢我。小斑啥味儿啊？小斑小猫咪味儿，小斑可爱的小猫咪味儿。什么什么？原因其在哪里？你猜？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？小朋友的眼睛里，哪里有红花呀？哪里有绿树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滴哩哩哩滴哩哩，滴哩哩哩哩，滴哩哩哩滴滴滴，哩哩哩哩哩。八黑盖用户，真爽。嘿嘿，谢小歪崩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叮叮叮叮叮叮，爽了，我爽了。还有人想被我拉黑吗？但是我拉黑的话呢，就不会拉出来了。谢番茄鱼是番茄鱼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但我拉黑了，我就不会把你拉出来了。对。我至始至终拉黑被我拉出来过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林多佳，只有他一个。谢谢猫猫呢的一个玫瑰花，只有他一个，因为他跟我是一个爸一个妈生出来的，我放他一马。但是你们不是我一个爸一个妈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不能为你们破例，不好意思，除非说你是我爸我妈生出来的就可以。我啥？你是小小？我不，你们是谁都不好使。我不。我不，我就不。今天我又大厨下厨了。今天我本林大厨又下厨了哦，谢谢煎饼狗子的五个荧光棒。你好，你是我的新粉吗？煎饼狗子，因为以前没见着你了。今天我林大厨又下厨做了煎饺，先煎一下，然后呢再放一点水，把锅盖盖上，给它焖一下。大厨下厨。好多人都夸好吃呢，我煎的特别特别好吃。我只能说现在很多人都要用我的厨艺来养活他了。
这个中心，这个 H 队没有我，万万不行。谢谢 NOMADIC 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，耶！厉害吧？就是很厉害。啊，我 iPad 没有电了，居然。哎呦，那灰尘隔离小黄鹂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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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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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 I，谢谢 I，小班你怎么办？哦，谢谢，嗨，谢谢樊姐的一个夜蝶，今天也是第一个送我有特效礼物的人，樊姐。樊姐最近在上，好好上学吗？祝你这个新的一天，能够像《夜蝶》里面的女主角一样，有美丽的伴侣，和你一起在花园里面捉迷藏、荡秋千、复习、考研加油哦，樊姐。要好好学习哦。小班他真的有一点想入境的感觉，被小班的这个尾巴就是说扫过的每一个晚上的我依旧美丽。我今天戴美瞳了，有人注意到吗？小班了驳了我的心弦，我要去拿下我的 iPad 充电器了。谢谢想做一只猫的两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每天都能做到都能当一只可爱的小喵喵。我去那个一下了，我去拿下我的 iPad 充电器了，就是说我去了先。
回来喽，你们在干嘛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谢谢各位的等待，谢谢我去拿个东西，谢谢大家等待。偷偷说我坏话，谁？谁偷偷说我坏话？直接给我站出来！小心我拉黑你！谢谢杨青青杨的10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！今天咱们直播玩什么好呢？不知道啊。谢谢小歪崩的一个巧克力，嗨，小歪崩。刚刚小班是跟我一起去拿的。我带他去我们房间了，放点 BGM 吧，可爱吗？这 BGM。小小生气没有？小小还在睡觉呢，他不知道我把小班带来。哦，谢谢煎饼狗子的8个荧光棒。煎饼狗子，你来说说你是怎么喜欢上小琴的吧？既然你是我们直播间的小琴的新粉的话，小班呀，怎么了，小班？哦，谢 KNGHL 的5个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。不知道今天直播不知道玩些什么了，咱们纯聊天的话呢，不是每天都有话可以聊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画画怎么样？让你组织一下语言，可以，我等你组织语言。你画我猜啊，那这样吧，你画我猜，我画一个东西，你们猜我画啥？让我看看，猜对的话，第一个猜对的人，小琴就给你一个大奖，一个超大的奖励。第一个猜对的人，我来画一个。这4个字的，不是，绝对不是惩罚，是奖励。4个字，4个字的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YMKK 好厉害，最佳拍档，你咋知道的？最佳拍档，哇、哦，你是不是住我脑子里了？最佳拍档，好，我奖励你一个奖励，什么奖励呢？一个亲亲。好了，再来，镜像了，那你们就反着读嘛。我再来画一个，什么呢？我看看。第一猜对第一个还是有奖励啊，想一个成语。
好了，来吧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No, 四个字，四个字。No, 啊，你们太差了。美若天仙。有人猜对了，想做一只猫，猜对了。哇，想做一只猫好厉害。奖励，想做一只猫，奖励。一颗心。给你。好了，我再来画一个。再来写一个，写一个什么好呢？怎么有一只小飞虫在这儿？怎么了？我画的不好吗？请猜四个字。不是，乌鸦喝水不是，白雪公主不是，挖鸡鸡挖不是，女娲喂鸡不是，围魏救赵不是，鸡飞蛋打不是，四鸡一人不是，你抓鸭子不是，沉鱼若雁不是，小晴抓鸡不是，嘎嘎嘎嘎不是，陶冶情操不是，唧唧复唧唧不是，都说四个字，鸡犬升天不是，美鸡飞狗跳不是，摩尔庄园不是，四鸡而动不是，四鸡一人不是，小晴喂鸡不是，鹤立鸡群不是，赛号不是，四个菜鸡不是。哎呀，你们往广阔一点的方向想呢，广阔一点的方向。
那简单的哈。五个字，快快快，五个字。对了，猜对了，雨中钢琴师，看吧，这简单吧，这大家都猜出了，好聪明呀，你们画得很不错吧。好，我给我粉丝画画，看看这个榜一，夜雨生凡，给夜雨生凡画一个画。想想，首先我好像没有见过夜雨生凡本人，但是在我的心中，他长得应该跟杨幂一样好看。谢小歪崩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哦。夜雨生凡怎么样？很可爱吧？这个是夜雨生凡他本人，长得应该像杨幂一样。谢谢煎饼狗子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个雨中，他打着伞，然后呢，他下雨了，他下雨，这个是我现在的这个刚刚给我送了夜迪的夜雨生凡姐，哎，怎么样？还有两颗爱心。那我今天业务可以夜迪画个形象画，可以啊。还有人要来画画吗？还有人要来让我画画吗？只要送一个夜蝶就可以，因为刚刚夜雨生凡姐送了我一个夜蝶，只要送我一个夜蝶，我就可以给那个大家画画。我看看，我画得很好。谢小歪崩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。谢谢英帅背叛无期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永远都没有妻子的巧克力，祝你永远没有妻子。有人谢谢煎饼狗子的一个巧克力，祝煎饼狗子吃好多个巧克力哦。谢谢杨，谢谢你，祝你
祝你像小羊一样吃很多草。谢谢 UMKK 的夜蝶，谢谢空山之下的玫瑰花。 UMKK 我见过他本人的，我来画一个他的一个写真画。写实，首先呢，这个 UMKK 呢，它是有刘海的，然后呢，它的脸呢不大也不小，不方也不圆，然后它眼睛呢是很大的，谢谢小心翼翼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哦。首先他的眼睛是很大的，他的眼珠子很黑，他的眼珠子画大一点，然后呢他的眼睫毛也是有的，来画一些眼睫毛，然后他会戴一个眼镜，戴一个框框的眼镜，戴一个框框的眼镜，然后呢他平时呢他都会戴一个口罩，戴个黑色的口罩。哇，把你画也太好看了一点，然后他是一个不短也不长的头发，来一个白色的荧光棒，好，看有没有点像你呢 UMKK， 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呢？给你眼睛画的超大的，然后呢画了戴一个口罩，然后你这就忽略了，然后拿一个荧光棒，这不是彩的，这是荧光白色荧光棒，看像不像？是小班在叫，很像吧？嗯，很厉害的，我只能说，像得很。把你颜值都画那个高了至少五分，那不是拿把刀，那是拿荧光棒。画画吗？再给你们猜一个吧。再给你们猜一个什么好呢？刚来，现在什么活动？画画猜东西了。你画我画你猜。嗯，什么好呢？你画我猜。卡了，猜黑屏了。
好了吧？好了吗，友友们？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来拆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画的。好了吗？中，你们咋这么快就猜出来？这么简单吗？我以为我画很难呢。终极任务，好吧，就是终极任务。你们的想象力还是有点厉害哦。就是终极任务，这个是中，这个是鸡，这个是圆，这个是五，终极圆五，还有点山东口音的终极圆五。河南话的终极人物，终极人物口音，咱们终极人物。好，波波，这个 BGM 确实很像在玩摩尔庄园，还是在玩小花仙之类的，是不是？真的有点像了，确实。你们俺们河南口音不是这样式的，我就说是某一个口音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口音嘛，就反正就是带口音就对了。口音，一会儿我直播完，我要去，我今天得拍个视频，我昨天呢没有拍成呢，谁懂？然后呢，我今天呢得拍个视频了，我又得。但是呢，这个视频多晚拍都可以。抖音吗？不是抖音呢，不是抖音，是反正就是另外一个视频。然后呢，我过几天得搞那个，得搞那个 solo 的舞台了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奖励，那个真心话和大冒险的，我现在可以来那个真心话大冒险，那个我帽子居然不会掉。对呀，我帽子有卡子别着的啦。他们是不是都不在呀？小羊爱洗澡在吗？小松鼠在吗？最近还念戏吗？念呢。墨白在的哦，那墨哦，你在呀？可以可以，真心话大冒险了，兑现。哦，你们都在，太好了。你想不出来，那你让别人帮你想想看呢？我也想不出来呢。谢海南哥泉州分哥的一个荧光棒。祝你越来越棒哦，海南哥泉州分哥。我想干嘛？我不知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你们出题吗？我想就这么坐着，我想就这么坐着，坐在椅子上。我想吃饭。咦咦，卡哇伊伊伊都有。谢谢 IIIAMJUN 的五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你好，你们想想呢？你们想想有什么真心话和大冒险呢？反正呢，我玩得起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玩得起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来吧。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让他们想啊，你好吧，让你们帮他们一起想吧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弹幕中跳到心仪的真心话和大冒险的那个。谢谢就不爱吃糖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科目一到科目六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让他们自己想吧。科目一到科目六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好。
好东西。那不会是科目一、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、科目五、科目六？那这是六个大冒险，不是一个大冒险。谢云中绽放的草儿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反正你们想吧，现在是这是一个视频，好吧，这是一个视频了，这是一个大冒险，好吧，我没看过哎。什么小松鼠要科目一到科目六？那我要不现在去看一下科目一到科目六是什么东西？有点紧张呢。科目一到科目六，科目一到科目六，让我看看，肯定是那种很搞笑的东西了。哎，卡住了，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卡网了，卡网了，等一下，换个网，换个网。我这跳完之后，我的偶像形象它还在吗？让我看看，是要让我抖音跳，还是要让我现在跳呀？那我得先学习一下。那这不可能了，这。好吧，我学习一下啊，我学习一下。跳一下，行吗？行吗？来吧，来吧。哈哈。哈哈哈哈，哈哈。我只能现场 copy。这角度我脸有点大呀，怎么回事？
电话已关机。还不错啦。那个吃饭之后，饭前便后，什么便后？饭前茶余可以都跳一跳，就可以放松一下身心。呵呵呵，谢谢小松鼠的99荧光棒，谢谢小松鼠，你觉得我跳得好吗，小松鼠？谢谢你给小琴那个了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哦。谢谢金智秀问我吃饭了吗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哦。坑六后面可以改成大摆锤。谢谢鲨鱼辣椒的12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谢谢一点都不圆的元宝的一个生日帽，祝元宝每天都不会戴绿帽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这也挺好听的，挺好听的。他就是，谢谢普通且自信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，呵呵，挺好的，就是，就是可以卡点，很爽的，还有别，还有那个大冒险的吗？就是那个奖励大冒险的，来吧，我现在呢，就是你们给我多少鸡腿，我都不会随意的给人大冒险了，因为很容易就是毁坏我偶像的形象。你就算送我一个用爱发电，那我还是会大冒险。我说，就算送我一个皇冠，我也不会。随意的大冒险了，现在呵呵，谢谢煎饼狗子的20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说这个机会难得，那个奖励的人，就是可以，快点说你们要什么大冒险。机会难得，咱们小偶像人生经历上最后一次大冒险了，咱们小偶像道路上最后一次大冒险了。就是说给我，就算送我100个皇冠。让我大冒险，我也不会大冒险了，就是说，我也不会大冒险，因为他毁坏我的这个，毁坏我的偶像形象，他毁坏我偶像形象。谢谢从未的九个荧光棒哦，谢谢新来的朋友从未的九个荧光棒，谢谢墨白还想看科目六，啥意思？单独跳科目六。这科目一、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，它是怎么来的？谢谢 LDOGLDOG 的25个荧光棒，浇花版，祝你推永远是朵可爱的浇花。拍抖音，让我科目一到科目六发抖音。哇！只要科目六，科目六是啥来着？我看看。
科目六。好吧，谢谢椰子要上岸的14个荧光棒，祝椰子要上岸早日上岸。好吧，好吧，墨白，哼哼哼，到时候哼哼，我跳的好，我跳的好死你，我跳的我好死你，哼哼。小羊爱洗澡呢，小羊爱洗澡要什么大冒险？想要爱洗澡呢，哼哼，对，美死你！我到时候我跳的我美死你，让墨白给我买抖加，呵呵呵，给我买点流量。想不出来，你动动你的小脑瓜呀！你看上去这么的那个聪明伶俐，感觉很机灵，感觉脑子里有100个坏想法的小朋友，你快想。你肯定想得出来，小羊爱洗澡，快想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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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英帅背叛无期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越来越甜蜜。谢谢鲨鱼辣椒 TY 的10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谢谢鲨鱼辣椒，谢谢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大冒险呢？姐姐撒娇八连，要发抖音还是现在？谢谢滴滴打人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滴滴打人。是要发抖音还是要现现在，哎，我上次做的笔记还在这儿呢，哼哼，我上次做的笔记还在这儿呢。现在好吧。这是不是你要的撒娇吧脸？这歌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个来了。姐姐贴怎么卡了？卡了，没听不见，卡了。
谢谢林淑琴教。好吧，那我重新说一遍，我去换个网看看。来了，换个网了，还卡吗？你们看看我还卡不卡？好了，不卡了。东西掉眼睛里了，不卡了。你们快帮我看看我眼睛里有没有猫毛，好痛呀，好痒呀，我给自己吹吹，好痛，好痛呀，你是不是有猫毛进去了？好了吧，好像好了，看看，好吧，好像没事了。我重新来一下，真讨厌，我人家好不容易说完的吗？姐姐贴贴，姐姐亲亲，姐姐抱抱，姐姐摸摸，姐姐不要，姐姐想你啦，好了吗？哼哼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谢谢人间疾苦实录的20个荧光棒，祝你愿啊！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你眼睛还好吗？还挺好的。好了。卡住了。哦，没卡住了。那就关了。我卡吗？不卡呀。怎么了？他们说你眼睛，让我帮你看一下你的眼睛。哦，那你看看呢？他刚进毛了。你看看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现在呢？你现在还不舒服吗？已经舒适了。嗯，那就挂了吧，你继续玩吧。好吧，你看看。我看没有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很漂亮，很大。你仔细看看。我仔细看了，我仔细看，很大很水。你看，看清了吗？看清了，看清了。我眼睛里有爱心。不，你眼睛里面有我。好了，我挂了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拜拜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幽默吗？幽默吗？我幽默吗？谢谢，觉得我幽默的打一个幽默。谢谢鲨鱼辣椒石和荧光棒，谢谢你为我打 call， 觉得我幽默。幽默幽默，谢谢。好，不用不用谢啊，不是，不用夸，不用夸。谢谢荔枝不甜不要钱的一个荧光棒，现在还能画吗？那你来吧，我给你画。谢谢荔枝不甜不要钱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人间疾苦实录的21个荧光棒，哇，21个荧光棒，谢谢，哇，谢谢钥匙石宝的一个夜蝶，
钥匙石宝，来吧，给你画一个。KEY 给你画个。上次店员呢，我见过你。首先呢，你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有点 T 的感觉。首先你是一个短头发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是有刘海的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你的脸呢比较小，然后呢你眼睛呢不大也不小，哎，给你画太小了，呵呵，给你画大一点啊，画大一点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然后呢，就画个眉毛吧，画个眉毛。然后呢，忘记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了啊？那给你穿一个比基尼吧。比基尼怎么画来着？不错不错。下半身穿一个小裙子吧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可爱可爱。超级混搭风，再穿一个雪地靴吧。超级混搭风，我给这一个作品取名叫做叫做北极人来夏威夷玩之小小 T 字版。然后呢，手上呢给你画一个象征你身份的一个钥匙，因为你不是叫钥匙石宝吗，对不对？很不错很不错。哎，这个你大挡住我的镜头了，大挡住镜头，大挡住。好了，再给您画一个太阳吧，表示呢，第一有双重含义啊，它表示第一有小琴在你身边，第二因为你是在夏威夷嘛。再给你画一个椰树，啊，看看怎么样？还不错吧 ？KEYY， 首先呢，他短头发的，然后呢，他手上拿个钥匙，代表他是钥匙石宝嘛。然后你戴你眼镜的，你去海边戴什么眼镜？你都穿比基尼了，你戴隐形眼镜，给你戴的隐形美瞳，黑色小黑环美瞳，穿的是比基尼，然后呢？穿一个小裙子，然后下面穿一个雪地靴，然后这是小太阳，这是椰子树，怎么样？很好看吧？超好看的 KEYY 形象图，供大家欣赏。谢谢。对，裙子不小心还给它画大了一码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瘦，它应该穿什么裙子都是有一点的大的感觉。怎么样，请大家欣赏。我真觉得你这个画像啊，以后你都可以把它放在家里，给它裱起来，挂在你家的客厅里头。我乱画是吧？我怎么乱画了？我没有乱画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你，完全很像，完全一模一样。这还有机会吗？来吧，我来给你画陨石拿铁，我给你画。好，陨石拿铁啊，陨石拿铁。我给你画。首先呢，你头发有点少，
然后是有刘海的。短头发，你的脸呢是很小的，啊，你没有刘海，你不是有刘海吗？你不是空气刘海吗？我记得，哦，你没有刘海，我就要我给你剪一个刘海了。然后你的眉毛呢是像蜡笔小新一样可爱的感觉，蜡笔小铁，有一个外号是蜡笔小铁。很可爱的一个眉毛，然后呢，我记得你有戴眼镜的，对吧？哇，好像哦，画的。然后呢，一个眼睛不大也不小的感觉，然后鼻子呢不高也不挺的感觉，然后嘴巴呢小小的樱桃小嘴，哇，画好像哦。然后呢，短头发。然后呢，给你画一个华丽的公主裙，怎么样啊？让你有一个公主之梦。你手上呢，给你拿一杯咖啡吧，咖啡，陨石拿铁嘛，给你搞一个咖啡。然后呢，另外一边手出来呢，拿一个林淑琴的手幅吧，林淑琴的手幅。也给你穿个雪地靴吧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给你和黑 YY 都穿雪地靴，那是因为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只会画雪地靴一种鞋子方法。给你画一个公主风的嘛，所以给你画一个灯，画一个华丽的一个地方。你再画，哎呀，怎么画成鞭炮了？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哈哈。哈哈，把灯画成鞭炮了，大家不要在意。好吧，那就当是你在过大年好了。再画一个不知道画什么，画一面旗子吧。因为你是侄女嘛，我再给你画个男的。画个男的。你老公。好的。给你看看，哼哼，怎么样？超像的。首先，给你画个华丽的公主裙，把你小细腿画得很，是吧？很像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眉毛是精髓。这个眉毛还有这个眼睛呢，是精髓。然后这边拿个手幅，手幅上面写"林淑琴，我爱你"。然后这是你老公，这是你老公。然后呢，这原本我想给你画个吊灯的啊，当做是你公主的感觉，但是不小心会有个旗子，是什么意思？说明你编不出来。卡了，有人吗？有人还坚守在我直播间吗？好了，有人吗？复活了，好的，谢谢你们还坚守在我的直播间，谢谢，哇哦，谢谢小天才李李的一个夜里。小天才李李，给你画一个。小天才李李，我记得你参加过我店员，对吧？
不对？小天才莉莉。但是呢，给你画可爱点的。但是呢，你是短头发还是长头发来着？我已经有点忘记你长什么样了。我实话实说的跟你说，因为咱们太久没见了。如果长头发，给你画个可爱点的，没问题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画一个，idol， 给你画一个可爱的，一个 idol 形象啊，咱们小天才莉莉，画一下，画成渡边麻友的感觉。好的。放心吧，给你画的非常好看的感觉哦。首先呢，给你睫毛画的非常的翘，然后呢，像偶像那样有超级无敌大的一个眼睛。哇，好像是漫画里面走出来的仙女一样美丽。哇，你这个简直是一个曼斯女的一个脸庞。曼斯女你们懂吗？然后呢，画一个少女偶像的一个双马尾，画一个少女偶像才有的双马尾。然后呢，画一个非常漂亮的打歌服。画一个非常漂亮的打歌服，我来看看。再给你穿一个雪地靴，再穿一个雪地靴。不要问为什么，不要再问为什么我穿雪地靴，因为我只会画雪地靴哈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你就站在这个台上，聚光灯照射着你，你在这里跳一个美丽的舞蹈，跳一个糖果。这边有一个麦克风。万千观众为你而喝彩。给你画点观众，给你画点观众。然后有这个灯照射在你的脸上。好，看看怎么样呢？小天才莉莉，你看这个漫画般的大眼睛，漫画般的大眼睛闪烁着七彩的光芒，感觉你的每一滴泪都会变成珍珠。然后呢，给你画了一个少女偶像的打歌服，然后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聚光灯照射下来，你的这个麦呢倾斜在观众的另外一边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高音呢唱不上去，你在唱高音的时候只能喊呆不，然后呢让观众给你回应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麦啊，我这个不知道的以为是淋浴呢。淋浴这旁边会有这么多人在旁边吗？请问一下，他会有这么多人围观你淋浴吗？不会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小天才莉莉当小偶像的一天。这是聚光灯的照射，聚光灯，公共澡堂在排队。你们想象力啊，确实是很丰富。但是呢，你们看他穿着衣服呢，穿着衣服扎着麻花辫呢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是小偶像在唱歌，不是一个小女孩在洗澡啊，不是小女孩在洗澡，不是公共澡堂在排队，是小偶像在唱歌。给你画比基尼不好吗？给你哎，钥匙石宝，给你画比基尼不好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一幅画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这一幅 KEYY 在穿比基尼的这一幅。怎么就你没腿呀？因为为什么就你没腿呢？因为给你头画大了，你懂吗？给你头画大了。
能不能把你眼镜还你啊？行行行，我再给你戴个眼镜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咱们这个去海边玩就不要戴框架眼镜了，不方便，知不知道？不方便。哎呀，把眼镜还你，像了吧？这下就给你戴了小黑环美瞳了，你看人这是。你是这样像我们班班主任的感觉，班主任去，你这样子像班主任去公共泳池游泳了感觉。哼，还是这个陨石拿铁最像。胡萝卜侠，谢谢你的夜蝶，给你画个胡萝卜侠。首先呢，胡萝卜侠他是短头发，有点帅的感觉的，有点帅的感觉。那么呢，我就给是有一点刘海的，对不对？是有一点刘海的。然后你是在美国嘛？你是在美国，所以呢，给你画一个。给你画一个自由女神胡萝卜侠的感觉，给你画个自由女神胡萝卜侠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的脸呢，其实是很小的，你的脸很小。然后我觉得你脸呢，是相比起来呢，是比较长的那种感觉的。也不是说长吧，就是稍微的是鹅蛋脸。然后你眼睛的话呢是内双，不是内双，就是有一个比较小的双眼皮，很帅的感觉。哎呦，我怎么给你画的感觉有点凶狠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嘴巴，哎呀，帅得很。然后呢，自由女神像是怎么画来着？自由女神像是没穿衣服还是怎么的？好像是这个围巾了吧？围了一个像那个枷锁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你这个手呢要高举，然后呢，手上拿一个火炬，我记得。哦，谢谢，还给我拿了一个，手上拿个火炬。我画的很像你胡萝卜侠，你等我看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手呢是一个，很不错。嗯，好了，嗯，这个下半身就不给你画了，下半身我给你画个雪地靴就行了，画一个雪地靴，然后你就在这个海的中央屹立不倒，再给你画几个美国的高楼大厦，画几个飞机都比你小，的感觉。然后再给你画个胡萝卜，代表着你的身份，胡萝卜侠。好了，看看怎么样。自由，这首先他的脸呢是长的是一个胡萝卜侠的一个脸啊，胡萝卜侠的脸，然后是一个自由女神样式的胡萝卜侠。那下半身他不是没穿裤子哦，我只是给他简略的画了一下。你头发有那么短吗？好像是没这么短，我给你画的短了一些，主要是把你脸画的有点太长了。然后拿了一个火炬，我把你的这个头发给你加长一点。拿了一个火炬，这不是淋浴头啊，是火炬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自由女神的王冠，然后这边有个胡萝卜，
然后呢，这是你在海上，然后你这小飞机都从你身边飞过，说明你非常的高大。浴帽，这不是浴帽，这是自由女神的王冠。谢谢，这是自由女神的王冠。对，这是皇冠，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可能会出现，也可能不会出现的皇冠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怎么样？皇冠和权杖，对对对，但是我只是复合一下这个陨石拿铁，没有陨石，我没有在暗示，我只是在复合一下他说的话。哎呦，谢小歪崩的一个夜点，谢小歪崩的夜点。小歪崩给小歪崩也简化了一下。我记得小歪崩呢也跟我店员过啊，也跟我店员过。然后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有戴眼镜的一个学生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学生妹的感觉是不是？你也有戴眼镜的，你也有戴眼镜，然后呢是一种学生妹的感觉。长发，长发，长发，长发。我记得你当时跟我店员，你是在那个你们宿舍里好像。那我先画一个你啊，先画一个你 ，yes yes yes， 好，画一个你，先画一个你，先画一个你，先画一个你。那我谢谢水果木子的71个荧光棒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小班？嗨，水果木子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呀？71个荧光棒，小班怎么了？啊，小歪崩，小歪崩，我给你画一个可爱的感觉，然后你头发是比较长的，发情了，可是他好像已经那个了，他好像已经那个了。哎呀，画错了，重新画。首先呢，他这个脸呢，对对对，然后呢戴眼镜的，他呢长得可以说是还是比较甜美的那一款的，他长得呢是比较甜美的感觉的。哦，没有说前面那些不甜美啊，我只是这么一说。嗯，对，然后呢这样，嗯，对对对，然后呢头发呢稍微比较长一点啊，给你额头画的太宽阔了，你就当没事儿啊。然后呢是学生嘛，是学生，所以呢我给你画一个，因为是学生，我给你画一个，校服，校服。哦，好漂亮，我画的，我天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。我给你画的太好看，我给你画的太好看，我给你画的真的太好看了，真的说，真的给你画的太好看了。你这以后你这画拿回家都能升职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看的不得了，你以后等我以后火了，你这画我看是这个。放在家里你都得给他雇五个保镖的感觉。你在这个校园里啊，给你画几个那个书架，画一些书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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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架。然后呢，校园里面有树，有树。树上有苹果，有苹果。好好看，怎么样？美得很哦！
小歪崩在校园里给他画一个非常漂亮的校服，穿个小裙子，然后呢穿这个雪地靴，然后呢这有苹果树，然后呢还有书架，漂亮的很。小歪崩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，你懂吗？你把你这个本人的美画的都比你本人还美了的感觉，没有说你本人不美，你本人也很美，真的太美了。我感觉你这个像曼斯女的感觉。不是，你们前面的人不美吗？难道前面的人也很美好吗？前面的人，请问一下，这胡萝卜侠不美吗？这胡萝卜侠自由女神不美吗？这个小天才李李曼斯女不美吗？谢元一琪琪的夜店，这个陨石拿铁公主裙不美吗？想问一下，这个 KEYY 穿比基尼不美吗？不美吗？我想问一下，美得很。哎，这个 UMKK 口罩美女不美吗？谢元一琪琪的一个夜店，谢元一琪琪。袁琪琪，我跟你只好像只简单的见过一面。首先，你是一个男人，终于可以画男人了，好久没画男人了。袁一琪琪，袁一琪琪，画你的结婚照，可以画你结婚照。那首先呢，先给你画一个相框，给你画个相框。然后呢，给你画个相框啊。然后呢，你这个是你没新没你没有新娘啊。然后呢，画一个短头发。哎呀，糟了，短头发怎么画呢？哎呀，男人怎么画呀？这样，好，不错，跟林允儿，呵呵，你就在梦里吧，你就。然后你眼睛呢，我记得你比较的魁梧的感觉，也不是魁梧，比较高大。那怎么画有点像 KEYY 算。哇哇，谢谢林淑琴，吃三个林淑琴的一个夜蝶，谢谢。好了，然后给你画一个有很多肌肉的感觉。肌肉猛男的感觉，哎呀，给你画姿势像在跳那个 Lonely Lonely 也没有人说拍结婚照一定要穿衣服，所以呢，我给你画一下你的肌肉，画一个肌肉的感觉，然后画一个裤子，画个裤子，洗。然后呢，这个，你的老婆，给你画一下你的老婆，给你画个你老婆，她，你先拍结婚照，她还在路上走呢，然后呢，这个，好，来了，给你看看，来，这是你结婚照，那你这个短头发的。然后呢，眼睛就是男人的眼睛，您画一个肌肉猛男的感觉，穿裤子了。然后这是你老婆还在路上呢，怕你看不清你老婆，给你放大看一下，你老婆还在路上呢，你老婆，你老婆还走路呢。然后你看看，给你肌肉画的多猛呀，感觉这肌肉给你画的多猛。这看看这个肌，你看看这个肌肉，我不画你有吗？这腹肌，我天哪，健身教练的感觉，帅爆了，刘畊宏，二代刘畊宏，帅爆了，是那个彭于晏的感觉，帅爆了。好了，最后画一个林淑琴，吃三个林淑琴，我要下播了，咱们必须得下播了。
大脸妹，这帅的很，这哪是大脸妹啦，关门了。对，好，林淑晴吃三个林淑晴。首先呢，我在那个重庆还是在哪见过你，在成都还是在哪？你也是短头发的。短头发的，然后你眼睛呢比较小，也不是说比较小，就是呢稍微有点小，比起前面那几位来说。对，哎呀，好好看哦。然后呢，因为你是那个四川人嘛，四川人包容性比较强，所以呢你这个穿什么都无所谓，所以呢给你画一个穿吊带裙吧，穿吊带裙，没有人说男人不能穿吊带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手上拿一个什么好呢？拿一个旗子，彩虹旗，然后呢，再给你穿个雪地靴啊，然后你这个，天空给你画几朵云。然后呢，给你画个行李箱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你是一个空少，很帅的感觉。我给你想象的，你是一个空少，你准备要搭上这个飞机了。好了，看看，怎么样，很像你吧？这个眼睛就是精髓，这个圆圆脸就是精髓，还有这个短头发也是精髓。他不是铁弟，他是纯爷们儿。给他画了一个吊带裙的感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男人嘛，他也能穿裙子，主要是我不会画男人的衣服，给画个吊带裙的感觉。这鲨鱼的师傅吗？不是，空少，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空少，他拿一面旗，他说要上飞机了，想要来的跟我走，好吧。其实他是一个导游，然后呢他带一个行李箱，他是一个导游，他现在坐飞机了。他看这个圆圆脸，长得像他，像坏了。好吧，他其实有点小胖的，我是给他画的比较纤细了一点，我应该就是说不能给他画这么纤细，给他加多一点，加胖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像他一种可爱的感觉哦。怎么样？画的比你好看，你少来，不你画的好看，你这个肌肉男。我没给他画肌肉，我给你画肌肉了。在跳草裙舞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你的衣服，这是你的，有点像胸毛，不是胸毛，绝不胸毛，这不是长整个身子了吗？这是他的那个工装，这是他的职业服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好了，给大家来看看今天都画了什么。来，首先是 UMKK 的写实照，给他眼睛画大了不止一倍，漂亮的想死。来，大家来投票，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我们这个我画的哪一个人？首先是一号选手 UMKK。
首先是一号选手 UMKK， 然后呢，哎，怎么变成直男了？然后呢，二号选手 KEYY 是一个短发女人在比基尼，在海边穿比基尼的感觉。KEYY， 这是二号选手 KEYY。三号选手陨石拿铁非常显实，咱们蜡笔小铁穿公主裙，噼里啪啦过大年的感觉。四号选手是小天才莉莉，她想要突出她的可爱，所以呢给她画个超级无敌大眼睛，一个曼斯女二次元的感觉，二次元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下一个是胡萝卜侠，因为他是在美国嘛，所以呢给他画了一个，你看他这个帅气的脸庞，然后给他画了一个这个没有穿衣服的感觉，是一个自由女神像的感觉，自由女神长了一张胡萝卜侠脸的感觉。然后呢最后一个呢，哦不是，倒数第二，哦还有呢，原来有这么多。然后下一个呢是小歪崩，这是一个美少女学院的感觉，给她画的非常漂亮，虽然实际上我已经忘记她本人到底长什么样，但是我给她画的非常可爱，长得像渡边麻友。下一个呢是袁一琪琪，给他画一个结婚照和他的老婆，然后呢他有这个肌肉，我给他画个肌肉男，肌肉很难画的 OK， 喜欢这个的话呢就投这个一票。下一个林淑琴，吃三个林淑琴，给他画一个可爱的模样，然后这不是渔夫啊，也不是胸毛，也不是什么草裙舞，这是他的工装服，他是一个空少，他这是他行李箱，这是他的小飞机，这是他的云。好了，喜欢咱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咱们投票，这么多个人里面喜欢哪一个呢？请大家投出宝贵的一票。原因琪琪 MKK KEYY 拿铁小歪崩，原因琪琪退钱吧，这个好看，这个不退钱，这个非常的好看，这个、非常的好看。林老师现在去报警？不能报警，因为呢都非常的好看。你看有这么多人喜欢原因琪琪呢，原因琪琪只能说你因祸得福，让这么多人爱上你原因琪琪。好了，这个12:30我要准时下播了，姐已经是一个大那个大迟到的一个状态。你明天给我重新送个礼物，我给你重新画一幅好的真实写照，画一个素描写实照，辛苦了。好的，没有，不辛苦不辛苦，玩这个不是直播不辛苦。明天能不能有彩笔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明天那上色了都可得涨价了呀。我认真画呢还是非常好看的，我给大家很多人都画过头像。谢谢耶耶biu bei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是吧是吧，我给很多人画过头像。认真画呢，如果有马克笔水彩笔的话呢，还是说是非常的之好看的一种感觉的。真的真的。确实你看很多人都说确实。就喜欢这种随意风，确实也有人比较偏爱这种随意风的感觉的，也有人比较喜欢我这种画风，这种随意画风的感觉。对我意见很大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意见很大？你又没招惹我，我对你非常的好，我只能说。谢谢早已疏远的你，为何却又轻易来电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，晚安。好了，我走了。
谢陨石拿铁没有陨石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天天都有钱花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